好，然后我已经把一些物品都已经买齐了，那我们现在去杂货店。杂货店会有一个支线。那我们在上一集就是的太阳城有跟一个路人拿到一瓶酒壶，然后下一关又回到太原城之后进杂货店会有一个支线。啊，就是他，这城市搞什么鬼啊？到处都买不到酒，老子已经三天没喝酒了，再不喝的话就要活活干死了。好，站人啊，我说过这几天运酒的行商不知怎么都没来，趁你的酒都卖得半坛不剩，就算你出十两银子买一坛酒，我也没货卖你啊。哎，搞什么啊？这位前辈，晚辈，干啥？老子现在心情不好，没事的话别来烦我。晚辈身边正好带有一壶酒，虽非什么绝品佳酿，或可先让老先生润一润喉。好极了，快来来！咦，有这酒香闻来，这不只是好酒而已啊，这可是有十年以上的陈年笨酒啊，老子有救了！啊，痛快痛快，当真是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不敢不敢。看到前辈一解酒瘾，晚辈自己也同感其乐，大恩不言谢，来日得有机会，老子必会重重答谢你们。眼下还有要事要代办，老夫先走一步了。啊，前辈请慢走。OK， 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集到这边啦。那没意外的话，这一集可能会分两集吧。好，喜欢频道的频道左上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订阅微信影片，你就能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次收看，拜拜。